Are you?大家好，我是小航。昨天晚上是7月的最后一天，也算是给自己的房车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因为感觉昨晚的话，休息和睡眠的状态算是不错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的话。昨晚的温度是28度，相较于前晚的话，29度只进了1度，但是感觉区别就大了。一方面是车内不会燥热，我重申一下，我之前就是说，还是把车打着，开了10多分钟的空调，把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了。后来的话。其实车外也没有太大的风，但是就是因为这1度的差别，进了1度，感觉车内睡觉活动都舒适了很多，所以是这也是我感觉比较奇怪的一个方面吧。然后8月份呢？7月结束了，8月开始又必须得加紧去规划一些、牵制一些东西。想起来都比较激动。然后今天8月1号的话，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，说今天最高温度是37度。最低温度是28度，我比较开心，因为28度这个温度的话，在车上睡觉，晚上在车上睡觉还是比较舒适、比较惬意的。那么昨晚的话，床车体验报告就给大家汇报到这里。如果您也喜欢自驾游，喜欢床车生活，或者是房车生活，请关注小黄，小黄后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，谢谢。